们出发了。哎，大家休息一晚不一样喽。啊，不一样哦。我们今天第五天了，后面多了一个帮我们记录行程的保罗，小帅哥，好棒哦！他还帮我们做影片，就是他保罗，他在帮我们编辑摄影。应该是蛮好玩的一个小男生，保罗。妈祖在那里，在那个村庄里面。超美的花旗木，好棒哦！花旗木。村庄绕完了，妈祖婆要出来了，开始看一下，对，还是你精明能干，他没有那么热，我就可以洗，还是你精明能干。刚刚那个妈祖婆绕村庄，我们切西瓜，所以我们现在又在妈祖婆的前面了，继续加油。镇南公道了，好漂亮的木棉花道。谢谢给谁快点呢，卖一块都快要朝天宫了。你看这个站牌好可爱，我们又到了吃法费的新天宫，赞！我们刚刚吃饱饱，吃了臭豆腐，吃了冰棒，吃了杏鲍菇，所以本来想停这一站了，就没有再停了。一样，人很多，要继续往前走。要加油！国日，但是还是很热。哇，这一路上面吃的都很多，吃的、用的、卫生纸啊、面纸啊都有，谢谢你。去酒还是精神紧绷啊，对啊，怕被马祖追过。对啊，我们这样切西瓜不会怕。对啊，按睡三个小时。对，三二三啊，好。对。好 ，OK 好。我们下一站20分钟之后福星宫，加油！加油！走30分钟，熊哥说30分钟我们就可以到了。现在往前走，韩国桥30分钟 ，Go， 加油！进香可以很开心，绕境可以很开心，吃吃喝喝。
我们是大熊哥，吃吃喝喝快乐快乐团，快乐旅团，对对，吃八宝睡八宝哈，对，切一定切西瓜切到底哦，对对对，吃喝玩乐我们全包了，包了包了啊，对，加油哦，郑卫东。我们要开始过西罗大桥了，加油！加油！西罗大桥很长很长很长，还好现在只有薄日，没有说像去年一样这么晒，这样走很凉快，刚刚好，舒服的天气，妈祖保佑，让我们走得轻松，很赞哦。后面是我的队友还有熊哥，我们要从云林要到彰化了，加油！要跨县市了，快过去！这是西罗大桥，污水期是。下面是浊水溪，现在枯水期，所以水都比较少。这应该也不像人的脚印啊。好，我们来放大镜头看看到底。它是两个蹄的样子啊。到底谁在下面？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。看不出来，好，后面是我们的熊哥。哎，哦，都出来了，安利好，都出来了。后面是阿曼达，还有梅子，梅子，对，熊哥，我们彰化见。啊，彰化见，彰化见。后面是圆圆，帮我录的是芳芳，阿曼达。罪过罪过，阿弥陀佛，妈祖原谅我。各位观众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到彰化了。今天第五天，我们从嘉义云林现在到彰化，太棒了！我们走了三个县市，熊哥，yes， 太棒了。将将将将，
彰化县，彰化县，我们来了，我们已经告别了云林，正式进入了彰化县，太棒了！再来就是台中，加油！你看，我们进入了彰化，然后就走在红毯上面。嗯，好，红毯上。对。好，红毯。好棒哦！好棒，迎接我们。对。锵锵锵锵！我们是大熊哥魔术团。Bartender。我们走到哪里都有做垃圾分类。看，这是珍珠。QQ 的珍珠。走到太阳西下了，走到太阳西下了，好美哦！我最爱的葱，哈哈哈哈！那是红葱嘛？哎，红葱，我是椰子。穿越了高铁往西周的方向去，今天晚上是西周天后宫，加油！大约还有3.8公里，加油！离西周天后宫还有最后的1.6公里，快要可以睡觉，加油！我们到了西周天后宫了。哦，西周后天宫，我怎么只讲天后宫？不是天后宫，是后天宫。后天宫，后天宫。目标一步一步接近了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来呀，倒着走，倒着走，目标就在不远了。西周后天宫，等那个，先录影完就拍照。陈哥，不是陈哥，熊哥，熊哥，熊哥，耶！Hello， 我们去程。我走到了。我知道。今天是第五天，圆满。